靠下咧咧生存咧，啊，咱就早咱就是讲放在咱这个马祖安尼，啊，今日呢真嘛是大家拢真心诚意感恩安尼啦。根据呢，三百万以来呢，伫这个所在，影响呢，心血相传呢，到即阵代呢，所有的即个神神代代呢，拢非常的虔诚啦吼，尤其是今年呢，咱癸卯年呢，岁数癸卯年的这个廖敬顺兄呢，就是讲伫咱三十六川七十二部落呢，所有的全民信众的大家拢非常的虔诚来恭迎咱灭了开山妈呢出来出巡的廖敬呢来保庇万民尤其是今年呢就是咱疫情的关系呢会当互咱妈祖婆来受到庇荫呢妈祖婆的庇荫会当来保庇咱所有路将地主先生大德林顶呢拢会当身体健康嘛会当来保庇。咱所有的罗花种地主呢，家家户户呢，拢会当来合家平安，拢会当事事拢大圆满安尼，非常感谢，谢谢，多谢，有机会再来讲完讲，谢谢。宗教盛事，即马等下是咱入侵吼，希望咱本毛做安倒来，咱迎接咱妈祖，希望咱妈祖当保庇咱入侵，修复运转顺利，出国的同仁啊，大家平安，身体健康。希望妈祖来到家，当保庇咱的入侵啊，这个行善嘛，当平安，即个亲香吼，祝你幸福，万万万平安。妈祖保庇的，谢谢。一个，我们一个阿姊阿叔来。好，来，咱江苏无来，你到遐买些啥？投诉了后，你讲吼，他是和平门口，咱后你讲好消息，我有事情在上面吼。一年一度的吼，这妈祖来了敬吼，非常欢喜，会当伫阮遮也做到的。希望因今年这次的吼妈祖了敬吼，咱庇佑大家吼，平安顺遂大赚钱吼。